上好唱的，你应征你爱唱你上好唱的，好吧？爱拼才赢，爱拼才赢。哦，这算台湾的国歌啊！现场应该没有人不会唱啊。他要唱《爱拼才会赢》哦，来，大家给他一个最热烈的掌声。没有在闪灵演唱会听过《爱表现赢》，给我好好的唱哦，这是国歌哎。突然我觉得一点威胁都没有啊。Uncle, Uncle, 市长大家叫你 Uncle 勒。Uncle, Uncle, Uncle, 就你的话。对啊，市长你要说一下有没有？那讲什么话？你不用说动算，动算下卡都划过啊。人家是来听歌的，不是来听我们讲话。今天不用办事情了。讲什么我叫你酸中痛啦，你快去叫我。好了，唱歌唱歌唱歌，你不要害死我呢，上面酸中痛。好，我们今天最后当然有 uncle， 最后一首歌，而且是刚才大家看过的荒山亮金曲歌王也会上来。荒山亮。
上来，除了市长，除了洪林、荒山亮、金曲歌王，我们欢迎荒山亮、金曲乐团灭火器主唱杨大正，还有闪灵所有的团员，还有所有林昌佐的竞选团队们。我们今天要最后大合唱，大家要用一样的力量向前冲，林昌佐最有力的后援位朋友们，请一起上台好不好？大家请给他们最热烈的掌声。我跟大家说 ，Freddy 的竞选团队非常的年轻，非常的够力哦。虽然这么辛苦，但是一路走来，现在五五坡，据说中正万华真的是五五坡。是，我们现在有拼到五五坡，这个功劳哈、哦，都不是像国民党讲的，是他们的功劳。国民党都在这个电视媒体上面讲说，因为他们什么王如玄啊，有的没有没有，不是，不要往自己脸上贴金。今天我们拼到现在这个地步，都是在场所有的人跟着我们一起走了，真的谢谢大家，好不好？给他们拍手，掌声好不好？然后也要谢谢在场所有的人，我知道大家都在帮忙拉票，剩下二十几天我们就过关了，好不好？所以下一首歌，我知道大家常常在网路上或者在路上都听到，我们就一起唱啊，不会唱的就一起挥手就好，好不好？来，做会用真枪。Yeah.
文的新势力林长佐。我们必须要先加油哈，才能动算，对不对？来，李长佐，李长佐，加油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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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大声一点好不好？万华区有点远哦，下不到另外一位候选人，大声一点，李长佐，加油！李长佐，加油！李长佐，加油！李长佐，李长佐，李长佐，加油！加油！加油！谢谢各位。谢谢，谢谢，回去拉票，不要忘记，感谢大家，谢谢大家，谢谢。我们也谢谢柯市长，谢谢柯市长，我们讲柯市长加油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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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大家一起加油。市长再回来一下，对不起，等一下，有一个经典的演唱会照片忘了拍，对不对？啊，忘了吗？市长最后可以再回来一下吗？今天市长是摇滚明星，他不能忘了这一趴。对，市长今天是摇滚明星，他应征闪灵主唱，一定要拍到这一张，真的，全部的人在这边，把你的六号，我们的笔法举起来。